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塔塔守护者》。那登录方式有 Line、Google， 然后还有 Facebook。好，那这款游戏我之前有玩过，英文的版本。好，玩过英文的版本。那游戏比较偏向卡通二次元的塔防游戏啦。那今天是3月30号，游戏是3月29号。我在那个 Play 商店上面新品上去有看到。那目前有 iOS 版啊，然后安卓版，然后还有 Steam 版，就 PC 版。那这边玩法有竞争战、协力战、斗技场、每日副本。那我们就先进行简单的教学吧。当时的游戏名称应该是英文吧，因为我找不到塔塔守护者。好，我们需要花费这个蓝泥，好、哦、来升兵就对了。来配置一下，它的配置是用点击的，然后会出现下一个守护者。好 ，OK。那敌人就会过来。这款算是竞技塔防啊，就是说你要跟人家竞技或是合作，不是那一种推关然后守护，一支一、一支二、一支三这样一直推进关卡，然后有敌人第一波、第二波进来那种塔防游戏。然后除了塔防外，还有合体。哦，你可以合体的玩法，就是把两个角色一样进行合体。然后合体的瞬间可以使用技能。好，稍微小心一点好了。我记得当时英文版我好像只能取英文啊，中文完全不能用。好，这边是一些角色的一些叙述吧。然后蓝色这边是代表我们的阵营，然后 HP 在上面有三个，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敌人，红色的。好，匹配一下吧。大概率第一场是 AI 吧，大概率啊。好，匹配到了韩国玩家，国际服版本，下载次数超过10000次。好，那我们就点两下就可以了。我在进攻的路线上就可以阻止他前进，然后这是蓝泥。哦，敌人从这边升兵嘛，然后我们的从这边升兵打他，然后他打我们。那打败敌人之后就可以升兵，升我们的这个守护的，可以合体，合体。他是 AI 啦，应该会输我们吧？理论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不知道有没有技术哎、欸。有绿色的敌哦，我们的光环有绿色的，然后还有白色的。绿色的应该是紫相同了吧？然后之后再升就变蓝色的。好，获胜。好，那签到，不是签到啦，就是那个游戏的活动，玩一次就可以领奖励。
待会就会签到了。获得了沙坎防御型，攻速1000，伤害100，射程2。他有告诉你这个角色要放在哪边吗？他说什么入口啊？这边就是我们的卡组，我现在目前用这个预设的吧。然后这是沙坎。蚂蚁过了，那一直收集的话，它就可以升级，就养成啦，养成的玩法。好，这是维特。哦，升级需要这个1/2，现在没有同样的卡牌嘛？1/2，你要2/2才可以啊。我们可以使用。有没有？它是肉盾嘛？盾牌，可以看一下资讯，好像就这样而已耶。防御型，然后这边是 DPS 稀有，蓝色的。我们这边应该都一般而已吧？这么一般有没有？一般防御型。好，就是那这边是英文的那个公告啦。这维修是不是3月25号有个维修吧？好，关闭。好，签到一下。好，这边也是签到，新玩家专属签到活动，7日签到。那信箱有一些奖励可以领哦，选角卷、英雄宝箱。好，可以开，获得了蓝森紫色的哎。脆皮尔，好，确定一下，这个要换吧，因为是蓝色的啊。刚有说嘛，这个我们一样就可以升级。好，我们金币好像有15000，还够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使用一下这个，把这些好。就这样，因为我现在都是守护类型的嘛，你看这个都是守护类型的，防御型的，然后这个矮人是奶妈吗？他写成长型耶，他是要怎样成长？然后这个是冰晶，是辅助型哦，那我们来换一个辅助型怎么样？好。随便换。那我们的卡组有5组啊，可以自己用。稀有度由高至低，由低至高。好，这边还有未获得的卡牌。好，商店台币吧，这个看起来像台币。好，拿宝箱，宝箱就会开到卡片嘛，好，就可以升级。升级。我们刚那个紫色的升级要2000呢，这个只要50而已，这好便宜哦。好，选角，刚不是我说选角卡吗？选角就是卡池是不是？一次要红宝石100，我现在没有，但是我刚刚有拿到那个，有拿到好几张嘛。那我看一下我的张数在哪里，这边33张。所以说你新手玩福利还不错吧？玩到现在也没干嘛，就33抽了，就33张嘛，就把信箱收一收。好，波奇，那还会变成这个粉末？刚有说这个粉末。然后选角几率 up， 这边是几率吧？传说英雄、稀有、一般4种而已，4种未接。那社交加入工会吧，哦，找个中文工会加入一下，有中文版的应该是就昨天嘛，29号左右吧。然后这是我那个 TAG。这个应该是要加好友的，
然后任务。好。哇，这边还有看广告是不是？要一天才能更新哎。点的话是马上更新，我不点了，可能要看广告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刚刚又抽了嘛，所以又可以升哎，天哪！升级了，变二级了。攻速158，然后伤害159，强不强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资讯。好像这个比较强一点，是不是？伤害量315哎，射程啊，我也不晓得哎。这个要去测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低阶的卡升级之后，跟一开始你用高阶的卡，哪个效益比较大？成长型，实用，把这个老先生给换掉。哇，没钱了，4000哎。天哪、啊！哇，4000没钱了，先不升了，二级，这个升一下，看，越升越贵啊！用指数型成长吧，用几百几千在跳的。好，这边有协力战，我们玩一场协力战吧。协力战就是跟人家组队啊，一起阻止那个敌人进攻嘛。好，邀请好友，但我没有好友。好，边缘人是没有好友的。来吧，我们就玩一场。这样玩法很简单吧？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，就单人嘛，还有协力，然后还有那个类似竞技场的，可能有积分排名吧，爬天梯之类的。他也 LV5 哎，那我们在这里嘛，我们就。好，放完了。敌人好像是要到这个洞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晓得。哦，敌人从这边出来，然后要走这里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有点随机，说这个出的这个角色可能有点随机。好 ，Round Three， 蓝泥不足。你、欸、这个地形可能常常会换吧，就这个防御的这个地图啊。我之前玩英文版的时候，我不记得有这张图啊，不过是只有稍微体验一下啦。哇，这个大炮射程好远。通常这种游戏，你一开始不用合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合成不会让你有加倍成长，我感觉是这样啦。你就先填满这些格子，然后等格子不够之后再开始合成吧。160，哇，没有钱。我们可以挡到第几波啊？第六波，然后这边会有时间。我们现在跑到1分40几秒，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天，但是只有图那个可爱的图片而已吧。因为这种有点对战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让你对话，不会让你骂人。像我这个射程不够啊，这个合成。合成，生兵生亡就不能再移动了吼，就移动不了，只能借由合成吧。欸，没完没了欸，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输啊？
好像不能离开齁，不能退出，没有退出的选项。然后这边出的小怪也没有什么 boss 啊，比较强的 boss 突然跑出来。我们这只大炮啊，射程超远的，我觉得啦，这只大炮射程好远，可是你一合成之后，它可能就随机换了，看起来有点吃运气呀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 ，boss 出来了。哦，有两只 boss 哎！不，好险，过了。第十关有 boss， 哦，第十关有 boss。然后这边有提示说这一关是什么怪，然后剩下几只怪啊？是不是17、16？我刚合掉了很多角色啦，所以它是满的哦。你看它是满的，我不是满的，所以我不要再合成了。你看这个底下这个光环有蓝色、绿色还有白色，它都是白色，它都还没合成。不是说我的队友啦。我先把这三个补满吧。因为可能到20 round boss 出来之后，我们可能就打不过了，我觉得很有可能。你看我这个射程太低了啦，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角色有一射程的距离，太低了就不要放在这边，可能就射不到别人。然后我觉得你要召唤的怪啊，钱越来越贵了，你看280已经生不出来了，290已经生不出来了，待会又300，越来越贵了。打死一只怪给多少啊？给20吗？还是给10啊？好像给20哎。那我就觉得已经打了5分钟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过久了，这场打得太久了。哇哦！有地雷说不知道谁放地雷。因为这个就永无止境啊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然后过关可能会给我们宝箱嘛。那有了宝箱，你就可以去养成你的角色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我就先放水一下吧，我就不要再升了，我就不要再打了。可是好像一直打哎、欸，不然我先暂停一下。好，20 round 了，那看这个 boss 可不可以打赢。他走一半了，然后走一半了，然后对方也有一只，然后他晕我们这些角色，把我们晕下去，好像还是会过的，好像还是会过的。那我就重来吧，好不好？我就重来吧，不然没完没了啊！我们就回守卫再回我们的守卫再看一看好了。好，我就先暂停一下。好的，因为没完没了啦，就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想玩的人就来玩吧，反正就分 1v1 还有合作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